不是咱大浪吹牛，按这边的菜价，我能让你点一本可劲吃，就是便宜。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南昌街、南下塘，都是无锡的景点。景点一般价格都贵吧，但是我现在身处叫老塘南路，有家点心店，讲点心啊，但是吃面、吃馄饨、吃菜饭，价格是真便宜，好吃还不贵。佩玉啊，在无锡来讲也是家老店了，30年的历史也差不多了。它也是我大浪啊吃了20来年的一家店铺了，这个生意火爆。这个队伍排到门口，这个小哥在门口吃，这是什么样的生意呢？你说，我的有美景。你这才是无锡老店的标配。米筋嘛，啥么子你知道个啥？陕西米筋不是啥事。我来就是从这里找米筋。我正在标配四只老三鲜，无锡传统菜。来，你看看，你中国小菜叫嘛？清清爽爽，这样是，这是自家小工切的。这条腿都是自家卤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个饭每天要用这么大锅，几锅的？八九锅，八点钟就开始要烧。不开始从你的年小年开始吃的。哎呀，那个菜的毛病嘛。5:30要你吃的。跟你个实在，准备了啥么子几种光呢？加农哥。通知在弄的。通知很高的，5点钟来人开始烧菜啊。这么简单，那强的哟。油菜饭，再来个白菜饭，再来弄个鱼莲鸡汤，四只米筋，一只鸡腿，一份豆芽，弄好了，姐姐。这碗面料的还是有水平的吧？我大郎刚才进门的时候就说过，这家店我吃20来年了，一间小门面，妈妈带着两闺女，现在老太太都要80多90了，就传给两朵金花了。汤还是那个时候的味道，再来感受一下这个面条的品质变了没有。现在天慢慢热了，在我们小酒馆喝酒的人啊，时间是慢慢增的越来越晚，这倒也好，喝多了直接到这边喝碗面汤，行起，他这边6点就开始营业了。面条就是我们无锡传统的鸡汁面，我劲道吧也不至于，最起码不粘牙。这边的出餐速度真的快，练出来的。从10:30到1:30，这个人啊就是这么多，络绎不绝。一碗面点单到出锅，1分钟时间，好不好吃的先别问我，就看这边的老客人怎么多。无锡的老人啊嘴可刁，这边老人这么多。在无锡菜饭可以给你半碗点的还真不多，肯定有小姑娘那种小胃口的嘛，哪像你王爷这么能吃的。他家这个菜饭就是菜跟饭，好在什么，看到了，用的是大铁锅独有的一个香气，而且他这个菜饭呢不油腻，味咸清的话是需要用这个辣椒来调味的。无锡叫辣胡椒，他家的菜饭实际上我是比较喜欢的，按我个人的标配啊，白菜饭四只米筋。大家这个豆腐汤免费，你说里面来点鸭血，哎，那更好，但那个成本就上去了。这个就是我说的标配的四个面筋，面筋呢个头不是很大，啊，肉质呢谈不上非常紧实，但是我就是得意这一口。以前我估计我吃面，我吃低了，这三个地方是贵的，有点北京的那种子。哎，哈提通，哈提通，看样子沙沙乐真得出镜了。谁说小姑娘不能吃？这胃口。可以啊，哪是个半碗，以后取消这个半碗菜饭。小菜呢实际上没什么好说的，就俩字，清清爽爽。这鸡腿留给你啊，面筋是真的没办法，必须要跟你抢的。他家这个调汁调味是我真的喜欢，这个肉汁呢本身也是肥瘦相间。这不是百年老店，这只是传承了两代人的一家有着30年历史的小店。口感口味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不可以的情况下不可能沉淀下这么多老客的，就跟咱大浪小酒馆一样，需要沉淀，需要您的帮衬。后面小姑娘还在说呢，哎呦喂，妈妈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好吃，可能她的手艺比不了大厨，咱们普通小老百姓家常口感口味。说到价格我觉得是相当适合了，现在才11:20，他家是从10:30一直忙到1:30，我们要秩序赶快吃完让桌子回见了你们。